节目要开始了，还不赶快回来。他们以前那种都做很多那种唱跳的，应该都算训练有素吧。但这太猛了。就以前他不是都在那种综艺节目上面说什么哦，在外面练跑步要加唱歌什么之类的。你也会吗？我还是会练跑步，我觉得跑步是真的很基本，就无聊还是要去跑。可你跑步不是为了那个全明星练的吗？没有啦，我平常也会在跑步。OK OK OK。对啊，刚刚是开个玩笑啦，希望观众不要生气。不会啊，怎么怎么突然？你是有偷看上礼拜的 PDD？ 什么 PDD 跟我讲，没事没事。你上礼拜被骂，很精彩啊！真假的？被什么骂？被骂什么？我要玩，不，我要停。那你会 Google 自己的名字，看有谁在评论吗？Google 自己的名字，我会 Google 自己的名字，为了找到某一个我忘记的自己的社群网站。就比如说我用什么社群网站，我说哎，这很酷，我来申请一个好了。申请过了，怎么可能？我的 email 申请过了，然后我就会 Google 自己名字，然后空格加那个，他说啊，有啦，那2009年就申请过了，在干嘛这样？有人说你会不会唱 Fly Me to the Moon？ 哦，会哦，熟得很呢。Yeah， welcome to。我想着晚间酒吧买了门票，然后再拿了一杯饮料，还在第一排听歌的那种，好爽。有吼。Fly me to the moon, let me play among the stars.Let me see what spring is like on Jupiter and Mars. In other words, hold my hand. In other words, baby, kiss me. Fill my heart with song and let me sing forevermore. You are all I long for, all I worship and adore. In other words, please be true.有人说六探是不是怀念酒精路跑了？哦，我才不怀念呢，我才不要去。哎、欸，酒精路跑好玩吗？不好玩啊！不好玩吗？不好玩啊！我会想试看看呢。不舒服哎，我觉得很危险呢。但酒精路跑就是跑到一个便利商店、哦，不用跑，不用跑，跑真的会死哦。没有，正常他们玩应该是进一间，然后买，然后就边走边喝到下一间，那也不可能拖太久嘛，所以就是一直一直，然后就赶快下去，这样超累，差点绝交。所以做实况不错啊，你说可以让更多人了解你真正的人格特质，那也要你真正的人格特质是吸引人才行啊。所以你今天做实况了这么多人来看，就代表说你的人格特质是真的有吸引到人啊，你知道吗？我被六探点
到了。不是啊，不是，我是讲真的嘛，就是如果你今天是一个大家不喜欢的人，那你开实况不就是更容易暴露自己的短处这样子？哎、欸，从来没有人在跟我讲过哎、欸。不是啊，你不是说你逻辑很好吗？没有，不是，可是这个你知道了，没有，就是别人口中听起来就是会很不一样啊。没有，我是在陈述一个事实啦。啊，他需要称赞，不需要逻辑。没有逻辑的称赞，纯口可以啊，我喜欢这样口我没关系。哪有这种的？那你知道子婷有一首歌，大家都想要他唱什么歌 ？Oh my god！ 那一首歌就是三个字、啊。然后、oh, 这个歌、嗯、观众过分了吧？我跟你讲，更过分的是我，因为我还会接一些校园商演嘛，然后在台上唱我自己的歌，唱完之后台下就会开始起哄，就是说要爱爱，我要听要爱爱，然后老师坐在下面，然后我。我就说天哪，我现在是要唱还是不要唱？老师在下面看着我哎。那你有唱吗？我还是唱啊。你还是唱了？唱啊！最近唱了一场白天哦，然后有老师坐在前面第一排听我唱，他讲 ：“Oh my god！ 我的天哪！不是老师除了这个还可以做什么？回家泡个茶跟老婆说，他们现在在听的这些歌，我真的是不懂。那种歌，其实我觉得回音开大一点就可以了吧。他们那种不懂，哎呀，傻眼吓一跳。不然子婷，你唱一个歌，然后有回音没回音可以？好啊，可以啊，我可以来，欸、可以我可以来对比一下，感受一下，我来感受一下。要爱爱好了，先没有回音好了。要爱爱要爱爱，哥哥我要你的爱。要爱爱要爱爱，哥哥千万别离开。要爱爱要爱爱，哥哥我要你的爱。没有爱爱会变态。我哦哦，回音版。哦，那还是送修来回来。要爱爱要爱爱，哥哥我要你的爱。要爱爱要爱爱。哥哥千万别离开，要爱爱要爱爱，哥哥我要你的爱，没有爱爱会变态。哦哦哦，就是以我的话，我其实会很腻。我是觉得一直会很有布袋戏的感觉啊。对啊，布袋戏是另外一个效果。真的吗？对，是这个。花哦，花心惊白眉啊，走散过。哇塞，好扯哦，你好有穿透力哦。反正希望今天大家看得开心。我们下次邀鸟屎来看谁比较尬。不过他会唱歌，对不对？哦，他会唱歌，他会唱歌，他从小就很会唱歌。可以讲吗？对啊，你讲啊。我们鸟屎已经邀到过完年的那一周就会来。水啦。